来，我们大声的跟星星姐说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。哇，今天这个什么时候拍的？对，就是我们的乖乖特别为你准备。哇，谢谢。对，非常感谢。没有打火机可以借一下吗？我们让寿星许个愿望。不是许过了吗？对，打火机借一下。哇，非常谢谢我们台南虎媚娘，也谢谢我们镇镇公主庙，谢谢小镇。哇，今天呢现场当中来的非常多的朋友，那呢一样把这些祝福送给大家，希望呢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，能够平安顺心最重要哦。来，这是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大钱。赚大钱是不是？对，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对，都能够赚大钱。立出来。对，来，好的，我们紧接着第三个愿望就还要再讲。放在心里。哦，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不用，留给你啦。哇，风今天呢有点冷，那我们看到我们非常多的女生哦，都非常的敬业。你看每一位哦，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呢成果发表会哦，每一位都非常的用心。你看。都穿薄薄的一件而已哦，哦，要把我们最好看的节目呢，最棒的一个呢，我们的发表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，那也希望大家帮我们记录下来，来吹蜡烛，大家可以掌声鼓励，掌声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哇，今天的特别哦，还那个来到我们镇镇公主庙是大家的时间，还特别哈、哦、准备了这个桥段。非常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，也谢谢虎媚娘，谢谢我们的小镇啊、哦、特别呢还多了这个空档出来哦，让大家呢少了一点点时间可以拍他们哦。来，好的，那要切蛋糕吗？切一下还是不用切？因为我想说赶快切一切，让大家赶快拍照哦，哈、哦，有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呢，我们先一起拍个照。你要拍照，快点啊！来啦，过来拍照一下。好，